这下观经中无逆失恶，临终得遇善友，教一念佛，十年成功，一生必果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。净土圣贤录、往生传里面所记载是古人的。啊，我们如果稍稍留意，现在有。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呐！啊，早年我在美国，啊，华府，华盛顿 DC， 啊，有一个华侨，中国人，周广大，啊，这个人呢，不是无逆失恶，这个人是好人，善人。啊，但是他一生不相信宗教，哪个宗教都不信，人心地善良，很厚道，得了癌症，在临命终时，啊，医院里放弃治疗，啊，让家人把他带回家去，啊，这个时候家人到处去求神拜佛，看有没有奇迹出现，叫临时抱佛脚。啊，找到我们这个佛教会了。啊，那个时候，这个华府有个佛教会，啊，就叫华府佛教会。啊，成立没多久，啊，是几个修净土的同学，啊，成立这么一个会，啊，请我做会长。我跟黄念祖老居士认识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有几个同修就帮助他助念，看他的样子真的是没法子了，就劝导他，跟他讲人生苦啊，何必留念呢，啊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，介绍给他听。这人有善根，这善根过去式的善根，他一生没有遇到善缘嘛，这个时候才遇到，他一听就欢喜，就接受，啊，告诉他的家人，啊，不要再给他到处去寻找治疗的方法，不需要。啊，全家人呢都帮助他念佛求往生。这个念头一转，他那个病很痛的，这痛苦就没有了。啊，就不痛了。啊，欢欢喜喜跟大家念佛，三天就走了。真的。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，没错。啊，念了三天三夜他就走了。啊，走的时候瑞相好，全身柔软。啊，火化的时候舍利。啊，这是一个不信仰宗教。啊，临终啊遇到善友，他成功。纵然是造无逆罪，失恶。能不能救？能救。啊，四十八愿里头后头有一句，他要不相信就没救了。造无逆失恶，临命终时，他有坚定的信心、愿心，还是有救。就是欧耶大师所说的，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最重要的条件是有没有信愿。啊，真有信愿呢，
决定的事。品位高下呢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这个很有道理啊。啊，念到清净心，我们就用经体上话说了，念到清净心，方便有余土啊。啊，念到平等觉，十报庄严土啊。啊，平等觉是理业心不乱。啊，清净心是事业心不乱。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去努力。啊，平等是平等分别心没有了。真的觉悟了，分别心没有的时候，再一提升就入不二法门了。性相不二，离事不二，生佛不二，啊，众生跟佛，这个人往生生死宝土，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。可见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。